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买一日。今天要跟大家小解一字，听到武汉肺炎继续为人，大家拢真欢乐，化工阿娘话。今天要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娘，这是白音。古早称呼老母就叫阿娘，另外还有一个白音读作牛，牛同款是用来称呼老母，像咱讲牛奶。另外，也当称呼有钱人的小姐，像讲阿娘啊，也可以当用来尊称神明，像妈祖牛牛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文音读作良，这个音较罕地用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。两个词，头一个姑娘用来称呼也袂嫁人的查某囡仔，某人讲是小家人啊。另外一挂所在用来称呼袂当结婚的修道人是老姑娘。第二个词，新娘代表拄结婚或者是得要嫁人的女性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今仔日是好日子，姑娘要嫁出去，两姓结连理，新郎新娘今年开花，明年结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年牛，另外一个音读作娘。提供给大家参考。